是我见过最乖的机械师儿子了，直接爽秀20秒，差点给我压了个一刀斩，下辈子投个好胎吧，你这个妈妈太弱了。哇，那个娃好牛皮啊，一直在修修的嘛，一直在修，你看那个娃还在修修的嘛，他还在修，他起码修了80修了嘛。